我回越南妈妈家这里，每天都跟着妈妈去干活，我妈还嫌我没有劲。我妈让我跟她抬那个100多斤的那个玉米呢，我抬不动。我妈说我每顿都吃两碗饭，那饭让我都白吃了，干的活都没有劲。因为在中国那边哈，我都不干这种体力活、重活的，只是在家做做饭的，然后扫扫屋子什么的。那些苦活，说背啊、扛啊、抬啊，家去那边快5年了，基本上都没有去干过的。家里有什么累活呢，都是我老公他自己就去干了，他也不让我去干，所以呢就这么呆呆的，我真的回来我一点劲我都没有。现在呢我要变成那个白痴了，所以我要早一点回中国，等过了节吧，应该我就回去了，让孩子也去上学了。现在他们正在放暑假，我们这里呢想吃一个冰淇淋都买不到，所以呀，今天我要出手做冰淇淋。大家一起看看我做的冰淇淋怎么样。我妈在这里帮我家姑娘拴鞋呢。那是个吊把买双的。他有鞋的，他的鞋不见了，所以给这双鞋给他穿，那个老三小姨给的，妈妈就给他修一下。脚也坏了，不行了。哎呦，姑娘们有点可怜哈，是吧？你看，很漂亮，你看，好看。啊！哇，现在好了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用这个黑豆煮的做冰淇淋。这外面下这个雨下大的，哎呦，还好今天没晒玉米呀。要是晒的话呢，全部都湿完了。哇，这个天黑的，妈哟！这个是白糖，还有这个是炼乳，把它把这个汤倒到这里，然后就可以做那个冰淇淋了。这个是剩下的那个豆腐。直接捏了，等下要它的汤就可以了。给我虐的都腻完了，现在就倒出来就可以了。不吃了，等下妈妈做成冰淇淋再吃。就用这个袋子，然后把那个水呢在里面一倒。家用那个线把它一绑，然后冻上就可以成冰淇淋了。成冰淇淋，我们要第一次的。是的。这费了好大的劲，终于都包完了。这么一个的成本下来的快6毛钱了，应该。你干嘛？你看你脏的你。干啥脏？好脏啊！啊？干啥脏？你好吓人。吓人大吗？我们家这个冰箱的是这种冰箱的，全是装肉的。冰淇淋把它放在这个袋子里头，这样还干净一点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来妈妈把它关上。妈妈我关。好的，给奶奶发个视频吧。妈妈，这样子。
来，这两个普查乐又来了。这在下面点还有一个普查乐的，又来了。奶奶接了吗？还没接呢吗？我看看，你奶奶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呢。你拿高高的这样子，要不等一下没信号了，接了。奶奶。嘿嘿。有点卡，这里网络不好。奶奶来都没有给他奶奶发过视频呢。他奶奶都想他的。叫小朋友来，让我把他绞头发，但是要洗一洗才可以绞。可大姐把没夹头发了呢，大姐要把他洗一下。刚把它洗好了，它都等我一早上了，然后一直都忙了，就没有给它弄。我没必要夹到满了，没头发酸的，管它溜畅畅，好把它夹起去。它去上学都是自己洗头的，所以我说让它妈妈把它绞短一点。到时候上学的时候还好洗，绞这么一块出去就可以了。别走，我数下来了。给他绞的这个头发，给绞短了，因为他上学他要自己洗头。也跟他妈说了，大家也不用担心，等一下他妈来骂我。刚才特别的长了头发，太小了，他才七岁的，对吧？姑娘去看外婆跟外公，他们追肥去了。我妈妈在那底下呢，我妈妈跟爸爸去追肥去了，给玉米去看一下。走，麦克风大丁呀，大妈炸部分了。在妈弄我地下，把梳子给妈妈呢，给妈妈搁起来放这，走，走了，快了，跑满了哟。那高那土啊！好，妈跟我爸他们就在这里追肥呢，去吧，姑娘。这的这一片的这小片是我家玉米的，都是走位、姑娘。我妈跟我爸他们就追这个肥，我拍一下这个肥的普通话，普通话叫做什么我认不得，岁数，岁数啊，叫做岁数、啊，爸爸还知道、我们那边就是就种地的时候就放肥料，然后都不追这个肥的，看这边都要追这个肥呀、杀机会部分吗？一次啊，就追这一次就可以了，然后就长大了。看我们这个玉米种的好稀呀、都因为都是人工种的，跟那个机器种的，那个机器种的种这么大吗？这个草都不长了，这个玉米全都一窝挨一窝的，就这么大一点了，一窝挨一窝的，在我们河北那边这个草呢还要打草的药，又要打虫药，就好麻烦了，感觉。啊，看我奶奶的那是。奶奶这娘嘞？啊，奶奶也是去追肥的，这几天谁家都追肥。那是啥？长了。啊，放饭了。哎，
他就小点娘，就去加杯喽。就去拿去的了。买个香饭饼。上个杯的。啊。买杯好多可才够啊。小半口袋。啊。看马杯。哎呦。开个洞。哎呦。我就不去了，我在家刷碗，扫地。爸爸要烧这个肉，今天呢叫奶奶他们都来我们家吃饭，看了非常好吃。都是黑猪自己养的。我们家杀的这猪是。过两天爸爸说过节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呢再杀一头。干啥的？啊，你去哪拿来的？我呢？自己去摘的，这样的还不太熟的这个火龙果，天天都。切开就熟了。都还没熟呢，你全把它摘回来了，你真是的，姑娘。那也不能吃啊，快吃饭了，明天再吃。刚才那个都不是太熟的。我爸爸说留着几天再吃，一下子就被他给摘回来了，他自己上那底下摘的。外公都叫你什么？叫思涵。不是，叫什么？思涵。不是，是不是叫你土匪？妈妈。不叫摘了啊，再摘了我会打了啊。这是我爸爸弄的那个牛肉。哦，吃了叔。要把辣子带来。有碗辣椒了，我们吃饭喽！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喽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吃饭了，哎呦。